艾比，你那脚哈不就是不是比我还厚？我说你想干嘛？你问，交问是不是问？能问点？真的。没有钢筋土吧？对，钢筋土就是土呀。你太着急，他不知道会说好久没有了。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讲，对，反而会让人家反正现在就是来了一个一个高龄人现在有了吧没有吧这老爷你靠那老娘去擦擦才是我们特产。
慢慢练出来。
那下来我就飞了。发邮件的，搞好了，然后要转向。这个真的很烦。